Parents Daily。啱啱就係、有自己設計自己品牌嘅內衣啦。咁啲內衣咧，其實內衣同睡衣啦，其實睡衣咧好個人嘅嘢嚟嘅。就算我認為啦作為女性啦，就算生咗小朋友都好都要 keep 住你自己本身嘅格調嘅。我覺得即係都係要靚嘅。咁所以我設計嘅睡衣唔係話啲全部都係哇好 sexy 啊嗰啲，唔係嘅。佢有褲有衫。咁其實亦都好啱媽媽嘅感覺去著嘅。我成日推介一樣咧，就係可以收毛孔、可以緊敷嘅，就係最簡單嘅屋企雪櫃都有嘅雞蛋，用蛋白加一粒維他命 E， 維他命 E 喺嗰啲supermarket 嗰啲都買到噶啦。佢可能係400 IU 個 unit 咁樣，一粒好細粒嘅油嚟嘅。咁你篤穿佢，再加入佢個蛋白，蛋白蛋黃唔要啊，蛋白。咁你溝勻佢，跟住搽上面，攞掃又得，你攞手指又得。我懶咧，就攞手指掃上去。咁佢會乾得好快。乾咗之後，我諗你大概十分鐘到啦，就用水洗咗佢。咁你覺得咧啲毛孔咧會收曬啲毛孔，同埋你塊面係 firm 咗嘅。點解咧？因為蛋白嘅組織咧，令到你皮膚會緊緻翻。咁維他命 E 咧，如果搽落毛孔度，加埋蛋白嘅成分咧，佢有個效應咧，會變咗你啲毛孔會收細咗咯。嗰、那個係幾 work 嘅。有時我哋好急住啊！去出門口，跟住朝頭早覺得啲皮膚唔係好得喎，上妝唔係好得，咁啊好快咁樣，五分鐘十分鐘做呢一樣嘢，咁就好快可以修復到啦。其實咧媽咪幫 B B 仔揀產品咧，最緊要係一樣嘢嘅啫，要天然，純天然，千祈就唔好有香料，最好就係organic 嘅。咁同埋 B B 嘅用品當然啦，你都會自己。搽上手試下啦，有時我哋大人咧成日覺得，咦，搽咗啲 B B 仔用品上手，點解冇反應嘅？冇反應係正常，你千祈唔好覺得我搽上去即刻滑咗，嗰啲就唔啱 B B 仔用嘅。因為好多家長好得意嘅，會問，搽咗上 B B 仔嗰只 cream 咧，搽上我隻手度咧都冇嘢咁嘅，好似咁，梗係冇嘢啦。你 B B 仔嗰度搽落，你唔可以 feel 到佢紅咗或者潤咗，你依啲就好大件事啦，就唔可以用上個手度。所以呢兩點，我覺得要特別注意。我想成為一個有自信的女性是個想法，自己的想法很重要，千萬不要跟別人比較。因為其實一個致命傷是，如果你喜歡跟別人比較，或者你經常都會跟別人比較的時候，其實是你自己打敗你自己。因為生活生活好環境好感情好，其實是你很個人的東西，你不需要去跟別人去比較啊，她這樣很好，或者她的女兒很厲害，這樣這樣。但是你下下咁樣比，你永遠都不會攀到最高峰的，因為一山還有一山高。點樣為之最好呢？不如你問下你自己，你點樣先開心？即係覺得呢一樣嘅諗法係最緊要咯。所以係女性嘅自信都係咁樣嚟嘅。自信唔代表你身材好，你個樣靚就代表你有自信。你冇內在，你一樣一樣出到去都係一個空殼。所以你要相信你自己能力先。